到10月15号。对，我们来到10月15号啦。10月15号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先来一点小配乐吧。好，我们10月15号呢说你的安居处，你的安居处，你的安居处在哪里呢？这是很重要的哈。好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用什么和诚实？什么？神。神是个灵，要用什么去拜他？心灵和诚实去拜他。好，在这里说要用什么去拜他？心灵和诚实。对，那你有你的心灵，你有心灵吗？用你的灵性的生命去拜他，用诚实，就是没有谎言，哦、没有污秽的去拜他，去敬拜神，敬拜上帝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的安居处，这个摩西曾经跟神祷告说：“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”所以神的应许呢，他就是做我们的居所。神本身是个灵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诚实和心灵去拜他。好，那在世上的家是你安居所，那我们在神的家也是你安居的、安居的所在之处。好，这边有点复杂，但是因为没办法，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读的是这个，每一天都是恩典，其实还蛮这个在属灵的这个知识呢，其实还蛮深奥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明年会有一系列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内容哦。好，我们刚刚看他说什么？我希望没有人发现我在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在做坏事的，你是不是希望你被妈妈发现？不希望。不希望？那你通常都做什么坏事？没有。啊，偷偷看手机，玩电动，要躲哪里看？躲厕所，假装是去大便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假装过，要不然我就会在厕所臭死。你常常都会躲厕所啊，然后就好很久很久才出来。哥哥啦，哥哥都没礼貌。什么叫都没礼貌？反正就是啊，你们两个都会躲。还每次那个在走路的时候，还有没他就很多小动作啊。什么叫小动作？哎，对，说到这个小动作，你是不是今天有偷把你哥手机手表藏起来？没有。他说是你藏的。又不是我藏的，他鬼扯。那是谁藏的？所以你在做事做坏事的时候，希望被发现吗？又不是我藏的。那谁藏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自己随便乱丢的啊。真的吗？我这不是不知道啦，你们两个的恩怨还是要由你们两个去解决，对不对？是吧 ？OK， 我们10月15号，你的安居处，你的安居处，神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安居之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奉我说，咱们告个段落喽。